人的一生，多做一些让人感动的事，要以身作则，自己才会坚强。一个人在做坏事时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，只有当做好事时，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。人的毛病就是变，无常是苦。要学会理解别人，每一个人都不会想到去了解别人，都想让别人了解自己。这就是一切以我为出发点。活在世界上，少想自己，多想别人，多了解别人。